第六次江城会正式登场，民进党市议员却带了抗议书前来踢馆，跟警方就爆发了好几波的拉扯冲突。其中民进党市议员洪建义突围成功，在圆山跟远景就追着跑，还跟路客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。陈玉玲在哪，下乡就到哪。民进党市议员率队到圆山踢馆。眼看警方摆出人肉铁桶阵，层层防护，就有民进党市议员使出了声东击西这一招。民进党市议员洪建义突围成功，圆山后山满山跑。警察打不能还手，只能用人肉盾牌挡挡挡，议员警察爆发了一波波的拉扯冲突。又拉又扯，连路客也卷入了战局。我住在这里啊，你是谁？那你凭什么拉我？你怎么拉我？摔倒了我。正面冲突再起，警方赶紧筑起人墙做区隔。几波拉扯下，警察挨打挂彩，议员也跑得命都剩半条，最后还是只能被乖乖的请下山。